姐姐，嗯，我下地呢。妈呀，你也惊了。是啊，这里有饭。秋兰，阿丽，你上门去又不能家，那才带儿回来。我你还多加我看到啥还是听到啥吧什么都没看到我什么都没听到你刚才不然我没讲阿婆不管你怎么对待我我都不要紧但不管你哪样跟小王做伙你叫我跟他相处走他根本不是一个好人你说啥我都叫你跟他相处走这个西镇里我早就看你没顺眼了现在看你怎样看红的事情我没那么可怜跟老子不是这个世间呢秋兰秋兰死啊你怎么要抬起秋兰啊这么狗啊你我不想看你的主人是谁情况大大要是要找秋兰走我你抬死啊我现在来跟船长说去啊我就想要看看啊虽然你会相信你的话还是我这真正有的话你卡叔哥你若是去跟船长讲我就跟所有的人讲讲你想要强迫秋兰带你走他也不管你你是在生气就把他抬死你又别讲你是要活还是要死是在你讲啊你要好找人啊那还要你要保命安怎我现在跟你不敢你这本事够啊你我们打到真正安怎找我拿钱就是要找出人走啊你也不想看看你不是不是不是你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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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是安那啦，你的房间被吵到乱糟糟，含心胸嘛无去，敢是有贼仔入来？不能，不是贼仔啦，是阿翁，阿翁跟秋兰啊。我想袂到讲吼，伊两个咧相好呢，安尼小偷走去我发现，我想要甲因阻挡，就去阿翁甲霸占的啊啦。是秋兰甲阿翁甲你拍伤，因两人真正有私情。是啊。想不到吼，迄个阿王啊，心肝这么硬啦，给我拍干呢。哎呦，就听啊！我今仔叫人去将伢都等来问清楚。哎，不能啦，唔好啦。可是讲吼，你若叫人去找伊，甲伊抓回来，咱恁就规整好，拢知影讲秋兰怎个样。然后你的名声吼，会害了了呢。这，好啦，听阿母的话啦。这件事情哦，千万不要讲出去。咱厝底下哦，慢慢啊找人啊吼。不能，不能。秋兰，你是袂见下走人，你还给我记了面头回来。秋兰，你莫走。是在民房秋兰我对你这么好我这么爱你
是安怎要离开我？秋兰，刚刚之前你对我所讲的话，拢是白贼话。甲我人讲话拢是白贼，你白贼是？老哥，敢着啊加一挂草话，还是你歹要开药啊？哦，不加，加较侪。好，会可以养。哎呦，文人啊，你哪会在喝烧酒啦？我管你别提吼，今仔船长要来做的，送钱都摆好我啊。行啦，刚来这家上课的吼，换钱较早来行。阿母，阿母，我的心足艰苦。文人啊，阿母不是跟你讲过，迄、那个秋兰哦，不是要好查某，当初是叫你莫娶伊，你就偏偏阿袂啦。那起码吼，对人走有哪好啦，你想遐几个吼？文恩啊，啊像你迄款查某有啥物好留恋的呢？亲像你啦，遮尔啊壮哉，搁遮尔啊有钱，安尼规阵好查某囡仔吼，毋知排队排偌长，等要嫁你咧，你要惊娶无好吼？好啦，听母的话，振作起来啦吼，行啦，转来外山，先母洗洗吼，行，行啦。恭喜啊！多谢你啦！哎、欸。